对，迄阵拢足少年的啦，哈，就是较有脾气哩。啊，本来伊在我那有日本的路线，伊日本路线伫我遮，吼，迄个直直的，伫我遮吼，伊也组团学生去其他组团出去讲演哩，啊，讲演转来一个小弟对伊来，迄个就是安尼吼，哈，啊，判一个某啊，哦，压过来，佮迄个有机会当安尼。迄、那个出电影，吼、哦，或者啥？无情秘密，迄阵拍个电影，吼、哦，啊，佫祝你幸福。哦，祝你幸福。啊，我南青学生嘛有去参加伊个片，咧拍。哦，迄、那个祝你幸福，你听好。哦，对对对。听好。哦，阮直接得着机会咧，啊，佫伊要出去公安个时，请伫个日本个迄个老师，嘛，咱台湾人去日本转来嘛，或者上那个樱木啦。十八米神仙吼，来教这个舞台的动作，吼、哦，因为安尼讲看日本的迄个华侨，吼、哦，华侨拄好要找台湾歌手去日本表演，然后找阿弥陀佛，拢伫台湾得着机会啊。啊，所以去啊，就参迄个富兰区英正，哦，对对对，对，啊，是。啊，伊去到日本嘛，就去，吼、哦，去到日本吼，啊，日本怪啊，你伫做一件应该啦，吼、哦。我伫台湾，我拢知影日本过来人伊吼，会当入学，爱伫遐做社会转来问我，看差有够济吼。人已经到日本，啊，搁社会问我。对啦，爱搁转来台湾伊问我，讲啊，日本过来人伊伫倒遐安尼啦。哦，这是王秀如啦吼，啊，过来这就是迄、那个，风水木徛的迄个中啊，迄个，哦，啊，你看迄阵过来说话外笑的对吧？搁穿短裤扎扎的看嘛。我当个生意啦，吼，啊，你当拍卖，哈哈哈，嗯，较无像我即卖遮会当，哈哈哈，你也看哦，迄种囡仔有无哦？敢那后壁迄个留了一个，敢那较大汉一丝啦，哦，啊，即内面有阮阮熟识有遮囡仔，遮一个哦，做单手飞嘛，挂手做吼，一个单手飞，嗯，即边就是坐，就是在这个吼，挂手这个吼，迄个单手飞，单手飞伫迄个南车手边外头有管，管到出边，诶。啊！伊歌手嘛做作阵，是无大牌许只。我下骹只拢吼，拢走歌厅个歌手啦。走歌厅个歌手，是是。算讲伫你遮训练了后，是恁有法度去歌厅唱歌。你知无？歌厅吼，啊，也要弹，若要唱歌手拢会来唱啊。是是。诶，我遮等后壁佫一个出路个，迄就是佫讲着吼。来，这是风水舞嘛吼。来，啊，即我遮有一张风水舞个。哦，这张我感觉足珍贵的这张，啊，这安尼收细字啦，吼。是个，你下加放了第五台。我有甲放大嘞，我甲放大伫只，伫只。哦，你看看伫只。啊，贵八十块。嗯。哦，伊。啊，这边写第一第一个月。第一个月。哦。我有写一二三四五六，回来就去回款，六个月过就去回款，挂起。哦啊。看，听好，上课到什么时间拢有写，你无管，啊、嗯哦，到四月三十嘛，哎、欸，啊、嗯哦，我正在甲你请教，就是讲上后边吼，加、哦、写是照，照什么款？你捌甲我讲过一种情形，讲因爸爸吼无必要来学嘛，是因阿叔甲带来。第一届是因阿叔甲带来教我会，哦，啊，第二届。因老爸发发出学费，伊就是安那嘞。因阿叔吼，要做老师，吼咱台南嘞，学做一个名店，学做蒋玉苗，学做吼一里轩，吼一里轩名店吼，诶头家伊有做一个乐团，啊因阿叔在伫遐咧拍鼓，吼啊伊就知去因个孙啊吼，写袂歹啊，唱歌袂歹啊，讲是你甲传去。哦，叫去迄落迄落几间名学唱歌呢？啊，老爸讲足忝啦，学唱歌爱花学费啊。啊，因阿叔甲讲好，学费伊要出，啊，我也知。第一个月就是安尼，我第二个月老爸就出啦。嗯，这个开头。所以这招就是讲，家己阿叔招。哎呐，就是我讲哦，迄阵我学老爸，哦。乐器吼，乐器若是种吼有学乐器的人啦吼，爱做乐器啦。哦。
遐有一寡迄个做算讲学音乐是学迄个做乐器的啥物话吼，有一寡爱甲你租、甲你借迄种设备，安尼就对，都是咧了解吼。迄个即民国五十二年嘛吼，迄只叫叫啥？民国五十二年，1963的四月吼，即阵第一代唱片也未出版。第一代唱片出版，我甲推断起来差不多到1963的年底迄个所在，就是拄则你讲的迄个啊，做阿，迄个啊做王秀武一带吼。啊，所以即个啊做本水五来报的时阵吼，拢也无咧出唱片，会使安尼讲的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即张的迄个啊，即个学员吼，进前吼，也阁足侪咧。比如讲，咱拄则讲的王秀武。伊迄好一字偌大字咧，安尼吼，足侪足侪吼。我看到迄毋是一张一张的名册，迄一张一张的新台票的款啊。我感觉足古锥的。一般吼，做艺术这方面的、这方面的诶，迄个经营的迄个吼，较无迄种脑筋。我是感觉过程不只要脑筋啊。我一老则不名不要，那不也去上班了嘛？我本来甲问一下问题，你才讲，哦，啊，你迄阵是安怎？我著家己他妈写名，迄个名册你家己写哦。我看伊字写得真水哦，我你家己写。无啦，迄我是店员写啦。但是也阁请足侪迄个店员滴。啊，差不多过年就引来我对啊。啊，对。对啊，我就签来啊。啊，即台银行讲，然后签一个米的是属于伊的福利。米的是另外再谈。这就是迄个风水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这有几个啊，这个就是林峰啊，唱迄古灰唱的流浪曲，下点水，下点水，迄个，啊，也搁一条歌叫做《尾仔去吼》，唐辉，唐辉有无？唐辉就是迄个飘浪的海鸟啦吼，嘿，啊，迄个唐辉就是本来查甫的嘛吼。啊，变伊去改做查某诶，伊变做女性，啊，伊唱惯诶一条歌《痴情待西港》，迄个就是你讲一个飘浪飘浪人啦，哎，飘浪飘浪人，飘浪飘浪人，啊，啥改做待啥物待西港吼？痴情待西港，啊，讲我做啥物诶，我做啥物？腾飞，哦，姓腾啦，姓腾，腾阿勇迄个腾。讲比人足起来呐，啊！在迄块歌是日本歌，啊，迄个较歹听的所在，我甲改过。安尼呢，我改过，我嘛甲阿爸安那吼，啊，伊拄仔提迄歌去，讲是足起来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这个就是风水舞啦，哈，这个风水舞，啊，这就是咱迄个桂老师啦，哈，啊，这主角咧讲迄单秀梅，伊嘛讲过，啊，这林海。林海哈，三公生我合车，我煞下人，嗯，迄个林海，伊即摆拢伫高雄，啊，算伊学生尾啊出去吼，有诶做歌手，有诶做啊走歌厅吼，啊，像林海伊就是伫高雄，伊原来生伫，伊若开教室，嗯，原来音乐教室，伊伫我遮诶时阵就帮我咧斗教啦，伊嘛一间，我嘛一班内教。龙飘飘，叫做柯秀春，在柯，哎，你还搁咧做外卖，柯大川，好，嗯，
什么会考大专？考大专音响歌。哦，音响歌。嗯。电影啊，甚至怎么去台北来读？啊，多少名位的？哦，这叫做淡水丁。哦，这种关系。淡水丁你冇管啊？淡水丁有对啦，哎，伊无钱嘛，确实无钱。但是哦，我是往这个边念去啦。这样袂歹，拢听话听就对啦，吼，是了解。农村人来做生意，啊，中个什么啦？哎，过来，哦，啊，这个另外一个较特别，对啊，对对对。这尾啊，拄只拢祝你幸福吼，伫阿美芳迄个祝你幸福内底。啊，我会记你，啊，唔是伫文下迄台北什么会迄吼，迄是。杨飞，我做什么？杨飞哦，我做那个，哦，香港就是。是是。啊，伊刚才有一个。你咧哦，这计共款吼，先天拢较无大汉安尼嘛，啊因一团安尼，伊吼袂歌声，我啊放笑给人听，啊呾袂歌声哦，啊派一个迄个牌啊，像一本十块，安尼来讲吼，派个哦，啊派个都拄。以前一本拢炒三块啦。啊派个都拄土啦，啊都一摆安那咧。人家哦，呾我做呾学册，我看看嘞，还袂摕钱，可以着我来做走。好，哎，伊发工钱比较对，系一个摆啊，咧对个，呾上个嘛。啊，靠得滴啊，对个对个袂对啊。啊，你画面你个想法足趣味。所以伊尾啊，我人拢较惊遐个演技即条路安尼就对啦吼，即叫做地下红。啊，另外一个叫做小王的，敢参文下，嘛是表示。这个野王吼，哦，伊大会大，哦，伊大，伊大会大，笑伊了伊，我当啥哦，菜脯。伊啊，我当菜脯。伊我遐学到安尼哦。啊，你训练，你甲训练甲好。嘿啦，啊，是。好，啊，即马所来要讲吼，迄学生啊嘛，即马就是你跩，你教学生来跩先生啊吼，即先生有啥物人？啊，当然，第一就是伊，就是你啊！你就敢那足培养这个哦，这个风水魔嘛。风水魔，这个是还要当头当要国考嘞。啊，那国考啊嘛，吼。国考，哎，当然我应该进啊，得到当。是。啊，所以这差不多几年啊，年啦，啊，是，啊，这就是第一先生，就是本心嘛，吼。过来第二个就是红玉凤，啊，这是。这有可能的，这么大的都有些效应其他。有可能的，哦，有点。这嘛有可能的，足事件的，我看，足事件，有可能的。你第一个是啥？第一个是咱台湾的流行歌内底吼，有足侪作词的是咧，咧歌词内底拢会将有可能的拢会，算讲伫咧歌词内面拢会做。阮下的几啊条歌都有咧有可能的，这个感觉。就是咧讲这啦，哎。啊，即款这人就大家当作是笑话其他咧。哦，所以我咧大咧接讲笑话其他，我怎改名？哦，改做华语其他，安尼怎无规矩？哦，啊，过来这林世芳。林世芳哦，伫我遐三栋，就是林诶，安尼方离开了后，我才找林世芳来。林世芳咧，当作伫台南市政府吼社会局。哦，爱就是捌三方台湾人吼出去公演，啊，我听着讲，哎，这歌袂歹哦，哦，爱个完了会晓弹琴哦，迄个时阵哦，你要做老师袂晓弹琴，我做啦，哦，无像即马卡拉 OK 房会当切歌，我早毋是，无用到你我早毋是，哦，我昨下请来做老师，啊，我顺做安那可以去亚洲乐唱片。所以，迄个林世芳伫南青也有唱片，伫迄个啊，到尾吼，去拿宝石做经理，伫我遮三当了后，啊去遐做经理哦，做甲人做甲正，做甲伊倒店，做甲迄个，我说这拿宝石是高用的拿宝石。拿宝石吼，就知影吼，一寡迄个艺人拢伫遐出来。是，所以外国。去过了嘛，伫遐出来。对啊，诶。所以这林世芳底下嘛不止啊重要吼，做底下会晓做管理啊。这林世芳吼，伊有管的，伫这条做应该是亚洲管的吼。有时条歌就是
迄阵一个素兰妹，素兰小姐，哦，素兰小姐穿了后的时候，林西凤惯用的个素兰妹，吼，啊是迄个曲是同款的曲啦，吼，啊唱完了了有改一个安尼，啊嘛足好听啦，讲实在，伊的歌嘛足好听的对，吼，即林西凤吼，你也听做先生安尼，啊过来即个吼，我找无相片。林拍吼，林拍就是。林拍有啥物故事？我讲吼。林拍，我也想林拍熟悉就是，我说伊林拍伊啊作曲啦，歌啦啦啦吉他，啦啦啦啦啦，出来吉他，我爱伊安尼作曲作词，啊不仅啊咧做歌词，吼，啊伊台湾下吼，是台湾咧视频平台吼咧巡回时吼，我有啥物对伊弹出哩，伊啊伊个方法就是安那。哦，台南方面就台南的乐师，他们去互伊带风扇。啊，若台北就是台北的乐师，哦，买去同伫台南去到遐带风扇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林拍就是台北的乐师，啊，我伫北部咧做时，我啥物熟悉，哦，啊，啥物是熟悉吼？迄个，伊一过就是组团出来公演，啊，半暝来甲我弄门，哦，讲伊公演了钱。规团要转去台北，袂当转，叫我互伊弹安尼，我会使啊，我斗起咯。迄个台下顶，你若厝厝内会当困啊。哦，啊台北袂当转去吼，啊无变啊，台湾出家去互伊转去。啊，你拄仔转去无头路，无你规日在遐甲我帮忙吼，甲我斗教我学生读册安尼吼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甲我住伫遐，啊阿妹兄嘛还佫伫遐，哦，安特别台北个吼。所以，即个电拍就是到尾三阿妹凶，甲王秀珠因老爸吼，合股三股，然后开一间公司东阿秀饼，转移开南车来，你甲看呢？哈哈哈！即个哦，伊就是半暝来甲我弄，我嘛互伊带安尼啦吼。所以安尼讲起来。啊，佮互伊用头路，安尼爱怎啊合包来去处理个讲。啊，陈林凤啊嘛较贵呢，较贵贵呢。我即个歌手林凤又哪会贵贵呢？啊，林凤就高一高一，伊较直啦。哦，伊若买林凤若买二开南车哦，买定个上方少少点方东。啊，二开南车哦，啊那来就正放西。啊，林凤声袂歹啊，恁若有听哦，恁就知影。即摆吼，我发现讲哦，你本来甲我讲啊，这物件咱讲两点钟哦，你嘛，咱讲了无一半嘞呢。几过哦，时间也几过哦，足紧的吼。所以有一寡我看到，我有甲人过吼，大家知影一下吼。啊，当然是要安那来教唱就对啦吼。伊即个教伊唱的，这是当时买啊的资料吼，唔是迄阵的吼。啊，但是迄阵咧教嘛，操是这安尼啦。吼，伊用一个过的钟头啊，就当安尼吼，诶，什么调 A 调 B 调 C 调，就当安尼讲这问题啦吼。啊，过来你看，要安那。我讲这个哦，这水灵，水灵，发声吼，咱的声是生成的，迄个大人耳朵，什么人，什么人的声，咱就会记起咯。哦，有熟悉的声吼，恁看的人，咱就知讲阿婆人来，特别是知迄个伊的声音。哦，但是唱歌吼，音色会当变，音色水灵，如啊啊啊啊会当变，那后头大音色拢声会变。这就发声法，哦，啊啊，伊有啦吼，这是咧教发声法，哦，这就是咧，脑的，你啊，杂开化啦，这种，这种日本的怪行业的方法，我们照伊的方法咧教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啊，我讲吼，学唱歌就是安尼啦，咱唱歌的人哦，你今嘛，阮咧开卡拉 OK， 阮做了解，唱卡拉 OK 的人哦，伊拢感觉伊唱得上好。哦，唱歌有这个毛病，歌手嘛，有呢，外行的、内行的拢有这个毛病呢。你说，我要参加比赛哦，哦，出什么嘛？我来去一定会得奖，结果不得。方法来学啦，啊，都不学哦，当然就无得啦。安尼，接下来吼，迄个我讲就好，啊，无时间足无够。伊的招生广告顶顶吼，上重要拢是伫歌册内面出现的。哦，即拄仔伫歌册内底吼，伊个封底吼，规个即应该彩色个吼，是哦。
我电章，我识过。电章你好得。这是迄、那个算伊规本册歌册哦，皇帝内底吼，所以才写的这种。吼、哦，啊，伊这招生我即摆要互大家看者，就是讲，伊这招生主要是讲要来做歌星，只干来做歌星尔，无其他咯、哦。过来愈来就愈广阔，你看，才开始吼、哦、大招生，招啥？开始有迄、那个吼艺人，啊，搁有啥？歌唱、唱歌，啊，搁乐器，参伫内底啊。哦，这啊，这是伫歌册内面的内页内底，哈、哦。啊，你搁看另外一本歌册内面，伊是安尼写，加啥呢？哦，伊搁开一个，有迄、那个啊，啥物款？招生内底有歌唱、艺达，过来舞蹈哦，过来干跳舞啊，就对了。哦，就是讲伊即个愈来愈多元的迄种情形，哈、哦。这是伊的迄个招生的广告，就利用即个方式。哦，我大约就安尼讲者。即唔免阁补充啊，就好啦吼。过来吼，因安怎去实习？当电台安怎有啥物成果，还是发展伊即有啥物款的经验？即是红一峰哦，带遮囡仔有啊，哦，伫个遐个。即拢男生学生。嘿，拢学对啊。我即摆是讲，我用这张图就是讲吼。伊对这个处理吼，讲按吼，啊，转来怎啊，一个小乐队来，红一峰妈妈。这个就是比阿妹妈妈，是。这是台北吼，啊，一个太太，小芳叫走去，来南车，吼，啊，怎啊去公园转来看一个我。迄走去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伫遐咧。是啊，我可能听吼，因无偌久哦，吼，伊就阿妹芳就来酒厂啦。我因某吼生红的红，互伊一直出来拢无去出，啊，我着讲啊惨啊，安尼人也无无久啊，真正有问题。安那呢？讲吼，因家吼算做南洋的边遐，啊去到大沟顶啊，吼大沟顶遐菜市啊吼，只要买菜，着去坐去三轮车，安尼啦。迄搭坐三轮车，敢若袂输拄安坐计程车啦。吼，可当我。人呐，买菜只拢嘛一干篮安尼拖来吼，啊去买菜用行转来安尼吼，啊，从啊趁食人啊，吼，趁食人啊出门就去坐三轮车安尼啦，就是你较袂俭啦安尼啦，啊享受啊享受。拄只桂老师有咧讲着讲吼，伊迄个一般来讲吼，一礼拜来啊一三五二四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实习，啊。就是讲这样，但是二十六吼，拜二拜四拜六是叫吴教授，吴教授咧走红切瓜，吼爱什么就教鱼教鱼做教切瓜安尼，吼啊就把切了好，咱拢有个录音机啦，好甲算算的啊送电台，伊也放出来，吼礼拜四啊一礼拜一摆，啊会当在恁厝里听，是，啊尾啊这人为着去，若讲好，吼人嘛来带来去切。我去请老师，我著甲介绍予伊，哦。那是学乐器的人，就做老师。好听啊，对，足济哦，足济啊，是。迄个，哦，像单调风啊，吼，咱伫台南啊，咱拢有咧表演许个单台顶啊，较早是单台唱。哦，伊嘛是，我介绍出个，野团啊，带野团是。迄阵野团足济啦。是。哦，啊，人听我发声嘛，拢来阮遐听咧。嗯，迄个。菜边边伊嘛去甲朋友切看，哎，我讲干甜，是，哦，朋友做甲切，是，所以有各种无同款的发展的所在咯，吼，当然上迄落就是像日本啦，啊，安那的吼，迄打来二的人吼，吼，迄小囡仔吼，看人安尼吼，到外一家迄落去，吼，化妆师安尼跑场吼。哎，伊也袂二，也去我到做巴水伊嘛，赶紧买只咖啡出来。哎呀，好水个，迄阵有迄个希望吼，啊，想到啊，人挂一卡迄落做化妆师，就是先挂手啊。所以唔那是有归手的刘龙尼吼，啊嘛，化妆师的化妆师的销路就对啦。就是安尼，啊，过来就进入咱这个唱片的部分啦吼。哇，安尼时间控制都无拄好，我看要来。
即我简单先介绍一下就好啦，吼。啊，我有几个问题在后边问。即就是王秀如所办的第一张，啊，即张即马大家拢无方便，干那为的是一个唱片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头前即边是王秀如四地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迄、那个，即有一个露露长的即、這、吼、個，有无？或者无缘的要出嫁吼，啊来桂林娶，迄叫做南青树风，吼、哦。迄个迄阵林峰也无叫林峰，叫林文峰，啊，甘元峰，啊，甘庆峰，甘秀峰，甘秀峰，吼，就是，地方啊，搁偌济吼，算讲这四个峰安尼就对啦吼，啊，这是林峰的关系，啊，因为林峰，这大家拢地方吼，大家拢地方，哦，啊，顶下搁一个红衣峰安尼就对，嘿，所以这第一地出来吼，我知讲迄阵足清的就对啦。足畅销的吼，迄阵足迄多的对，啊，啊，这是迄、那个做第几期哦？看嘛，这是第哇，他第几期的？就是讲哦，第七期的啊，这第七期。哦、你看这吼，这个是哦，无出名，把这单曲伊摇团，家己安尼哦，开好结局拢家己来。哦，是，哦，这就是开始有迄方面就对啦，吼、啊，有迄方面啊。啊！这个后壁就是迄、那个伊个歌词的，哦，捡伫后壁安尼就对啊。这就是安那嘞吼，啊，我都无录唱片袂使，迄款人吼，啊，就爱参一挂迄个旧歌星，啊，人做咧出版安尼。哦，就是讲，伊说迄学生啊，即摆等于装卡的时袂交代你，我逐日知拢你去当车，伫要灌唱片，到即摆无灌半条，啊，即摆有啊啦，等于一直就甲灌落去啊。啊，迄个年糕吼，迄一砖头内底无几家有迄种。啊，还佫有一种叫做南油唱片，吼，迄就是为着，吼，即摆安尼讲，就为着讲，哎，要录唱片袂当当年迄款人，哎，录南油唱片，啊，佮南青唱片飞龙集，可以讲。哦，飞龙集，哦，飞龙集，伊有一个南青唱片飞龙集嘛，飞龙集安尼就对啦。是无对，嘿，啊，过来哈，这是林世峰伊的迄个啊，做单独的封面，啊，啊，这是彭水模的专辑，这都变作讲个人的专辑啦，哈，彭水模的，哦，啊，这是王秀如的，哦，拢是伊的专辑，啊，这按这开始就是伊李控贵的哈，头前迄拢是，伊刮刮刮，这彭秀如叫做四条画面，这两个人都优秀哦。哦，啊，迄个是因两个无起来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拢革命时阵无咧当代去做啦。是。哦，所以因为这代出来吼，拢绝对无当是参袂进来。所以有一个哦，歌星跟台语歌星断层的时代啦，两层啦，拢两层啦。我拄则要讲着，拢头前迄拢是细碟，哦，一般拢讲十寸还是八寸，迄种唱片吼，啊，到这就变作大碟。头前是一边哦录四条歌，按这开始一边录六条歌哦，叫做十二寸的哦，迄个较大地的唱片就对啦吼，这拢是大地安尼哦。啊，过来就讲，这就是你阵讲的有录啊，规台拢听这地方啦，华华语，听好，华语听好，较少啦吼，但迄阵华语较少啦吼，啊嘛唱一下就对啦